么大的一个斗面啊，九九那里开枪的话是最容易限制到佟家宝的。对的，其实对于泰来说，现在最难受的一点就是大拳拳一直在盯着自己。是，哎呦，这个雷精准，直接制到了格子，而且凯王这里才刚刚拉起自己队友一个隔绝火，不让你过来扶人。大拳拳拉到了侧身，一个右探头，左右探头，大拳拳拿下了派所有人，本场淘汰达到七个。而且帅狗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再帮助九九架枪了，最终的决赛圈大拳拳一打三佟家宝。是佟家宝有个地理上的优势，而且人员永生力量上来说也更多一个，但是大拳拳这边可是把狗砸。是的，不断的开枪，不断的压制，被白了，连续放倒两人，最终的一个决赛圈大拳拳拿到了十个淘汰，让我们恭喜收泰。哇，这一把我真的是决赛圈大拳拳左拳。